天股市上涨，然后又跌。哦，新闻变得蛮无聊的。好，我来换频道，看有什么别的。好，逛我们下一个购物品项，这个是客制版经典玩具车，实在很赞哦。这当然是限量的，马上行动，这肯定是你要纳入收藏的东西。而且不只是玩具车，不止，这还是一辆遥控车，遥控器是口袋版的，很容易带出门。哇哦，这一整套最最最低价100元，但是你要马上行动哦。妈，拜托，可以买吗？拜托，拜托，妈妈。我的天哪，这个好贵，可是 Jared 真的想要，我看看有没有多的钞票跟零钱。天哪，妈，你没有其他的钱了吗？好吧，我不需要折子。天哪，他真是乖孩子，他假装没关系，但我知道他蛮失望的。等一下，他在吃我做给他的饼干。我有个妙点子，好，我过来这边检查抽屉。耶，在这里，就知道这边找得到。Jared 小乖，我有东西要给你哦。假如不是遥控车，我就不想要。不是，但是你要的话，这能帮你买车。我有铜板可以喂你的小朋友，是不是很可爱啊？它可以帮你存钱哦。哇哦，那吃掉铜板，我要喂它铜板。我们就是要继续喂它钱，假如喂得够多，我们就有钱买车了。新铜板来咯，它好像吃饱了耶。真的耶，来看看它存了多少钱。好吗？所有钱都在这。啊，好多，这样可能够哦，我马上回来。你看我有什么？再来，给你的全新遥控车。哦，我的车，我有新车了，谢谢妈，也谢谢铺满小兄弟，哇哇！啊，小乖，你好棒啊，存这么多。不管你有钱没钱，一定都会喜欢用3D 列印笔。真搞不懂，不是鲜榨的柠檬汁，人们是怎么喝得下去？很无聊哎，或许该出门走走。但那就代表我需要鞋子。那好吧。来人呐！是的 ，Ava 小姐，我需要鞋子，很简单吧？我选了最闪的一双。不要。好吧，火红这双呢？不要，凉鞋。那这双运动鞋呢？不要。鞋子还真不是简单的配件，至少上半身我很满意。OK，Ava， 这是你最后一对鞋子。拜托好吗？又没下雨。请不要开除我，撤下去啦！我得想办法才行，可以自己做一双吗？哦天哪，我快疯了！他会穿这双吗？只剩这双呢，除非那盆植物真不错。有办法了，用 3D 列印笔来填石头的空间。一直填，直到得出你想要的形状。一个鞋底做好喽。现在拿一个像这样的纸碗，然后切一半，用笔把它粘起来，让笔在上方来回画。继续哦。画好了之后，把纸碗抽出来，拿一条缎带绑中间，绑个漂亮的蝴蝶结。可爱吧，他一定会喜欢的哦。Ava， 我找到一双超合适的，你喜欢吗？认真的吗？非常认真，真的。哦天哪，千万要喜欢。我可不能因为这个被炒鱿鱼，你确定吗？真是一刻定生死。冷静啦，我会穿啦。好险，其实蛮可爱的，希望大小刚好。不错呢，而且他们独一无二嘛。
得po上 IG 才行。很乱呢，什么事都要我做吗？好冷啊！我又在沙发睡着了吗？哇哦 ，Hello， 一头乱发，梳子在这儿，还有一堆其他垃圾，很恶哎，上面都是蜘蛛网。不过总比没有好啦。这梳子以前没那么难用啊，怎么那么多结啊？哎呦，这结也太大了吧！嘎，很荒谬哎！给我梳开，快梳开！嘎！哇，这原本是在我头上的，这蠢东西怎么扯下这么多头发啊？算了，用手梳好了。或许不行，这里还有什么可以用吗？那锅铲呢？没问题，用 3D 猎印笔来做刷毛，可能得花点时间，不过成品会值得的。可依自己喜好调整刷毛长短，一直画直到整个锅铲都布满刷毛，然后修剪一下，剪到中间位置应该可以。好喽，有新的梳子了，这肯定梳得开那些结，头发马上就会柔顺亮丽，而且一毛钱也没花。头发现在超美的吧，能发挥创意真棒，但也有够累。哼，希望我考试有准备好。那边发生什么事啊？被他们的头挡住了，我们肯定会狂欢的。派对，最佳派对，赞呢！史上最佳派对。而我刚好有一件完美的衣服。派对时间到了，但看看这些指甲，我可不能这样见人。不过美甲超贵的，我能在这里躲多久呢？我的 3D 猎印笔。想要美美的指甲吗？首先拿些羊皮纸，找出指甲边缘，描出指甲轮廓，把纸放在桌上，继续把指甲画完，然后用 3D 猎印笔填满。红色很不错，看起来很好哦。用一根棍子压出弧度以贴紧指甲，然后从纸上撕下来，大小应该刚刚好。哒哒，美呆了！这东西超有用的，可以自己做，谁还需要昂贵美甲啊？嘿，指甲很漂亮哦，谢谢。还真是强心针呐！嘿 ，Ava， 你今天看起来闪闪发光呢，是真的吗？别碰，那是 David 吗？哦不，我的头发，本以为可以卖个风骚的，长头发真讨厌。好多了，他完全没注意到我呢。Ava 总是抢走所有注意力。认真的吗？再试一次，没事的。哈，我的东西全从这里掉出来了，今天真的可以再糟一点。Hi David。哇哦，看 Annie 的耳环，嘿，我呢？不好意思，你去哪里啊？你真的喜欢吗？他们可是独一无二的。在 IG 上联络我哦。哎，你觉得自己很厉害是吧？他的耳环还真的挺酷的。我喜欢你的糖果耳环，让我帮你做吧。用 3D 猎印笔描出一片叶子，中间涂满颜色，
像真的叶子一样，看，干燥以后加上链子，然后在下面再加上另外一片叶子，什么组合都可以哦，好漂亮。 Annie， 谢谢，至少它们看起来很昂贵。耶，该准备上学了，我要坐我的背包去。好了，我准备好了，爸爸 Daddy，我准备好上学了。好啊，我在这儿呢，你上来吧。准备好了吗？抓紧了。咦，好好玩呢，我最喜欢坐背包上学了。嗯，今天天气真好，对吧？等等，我们怎么会在这啊？肯定刚才转错弯了。我最喜欢你的头发了，亲爱的，看我帮你买了什么，全新的马克笔，给你的。耶，谢谢妈妈，我超爱马克笔的。哦，有两种绿色呢，我要先用这个。我画画最厉害了，真该得奖哎！现在全部的颜色一起用。哦，好像彩虹一样，我爱彩虹。耶，蓝色的，我可以用红色来写名字。哼，怎么那么多盖子啊？我才不要呢！哼哼哼，全部盖子都不要了。这支笔怎么没水了？妈，妈，妈咪，你看，马克笔坏了，快帮我修一下。什么？他们不是全新的吗？刚刚才买的呢，给我看看哦。这笔是怎么回事啊？好吧，跟我来，让我想想办法。你看，所有马克笔都坏了。哦，我懂了，是因为你都不盖盖子呢。马克笔不盖盖子，很容易就干掉了。你看 ，Eva。不用的时候，盖子一定要盖好。哦，好，要盖盖子。嗯，奇怪了，笔盖呢 ？Ava， 你把盖子都丢哪儿去了？这边有一个，这边有一个，到处都是呢。一个小女生怎么会搞得这么乱呢？还好她很可爱，要是有办法让她整齐一点就好了。哦，对了，胶带，这给了我一个好主意。来吧，先剪一段胶带下来，这样应该够了。然后把马克笔拿过来。在胶带上把它们排成一排，好了，就是这样。然后把上下的胶带粘过来，这方法真是赞，我就知道。好了，宝贝，你看这个，现在你的笔盖就不会不见了，全部粘在一起了，给你吧。耶，你看，马克笔又可以用了。我画了一朵美丽的紫花，还有绿色的爱心。哦，你真是个厉害的小画家。嗯嗯。汪，刹车！来看一下哦，他的玩具应该带够了吧？哦，可别忘了帽子，还有我的书，还有湿纸巾，弄脏的时候可以用。哦，袋子装满了，讨厌，进去了，一定装得下的，好极了，现在怎么办？嗯，他在玩的是什么？嘿嘿，妈咪，那是我的。好啊，把玩具从容器中拿出来，空了以后就可以塞一堆湿纸巾进去喽。虽然容器很小，但还是塞得下几张湿纸巾的。好了，应该够了，这样占的空间就少多了。嘿，妈妈，给你看看我的洋芋片脸。真厉害，做得好啊！等一下啊，让我拿张湿纸巾出来。这实在是个超聪明的好点子。好啊，让妈妈把你的脸擦干净。好了，干干净净，我就喜欢这样。啊，真是个愉快的下午。哦，天哪，宝贝，你看，这是鸭子呢。妈咪啊，你害我打翻了啦。哦，我的天哪，别担心，我有办法的。你看，我还有湿纸巾呢，来吧，擦干净就好了。衣服又干干净净的了。那么你吃苹果，别喝汽水了。咚咚哔哔，小心车车要过来了。我撞恐龙卡车来撞你，用力！亲爱的，你在那边干嘛？亲爱的，宝贝，妈妈在问你问题呢。哦，我的老天鹅，你满手都是土呢。还好我还有湿纸巾，来，我帮你擦手，这次要大力一点才行。好了，手又干干净净了。耶，谢谢妈妈，我最爱你了。嗯。
来看看哦，这个要摆在哪儿？哦，我的天哪，怎么那么多刀子啊？这些可不能放在这里，我的小天使不小心开了抽屉怎么办？刀子伤了它可就不好了。哦，不不不不不，这些绝不能放在这里，得把刀子锁在它找不到的地方才行。哟，好多了，这样它就安全了。好啊，来收拾一下它的玩具吧。等一下啊，这桌角怎么那么尖锐啊？简直比刀子还糟呢，它撞到了怎么办呢？哦不，它的小膝盖，我可不能让桌子弄伤它。哦天哪，不不不，不行，千万不行，我的家中怎么可以有这么危险的东西？好了，枕头把所有桌角都包起来了，这样就不怕撞到了，也安全多了。嗯，别忘了锁门哦。哦，等等，插座，房子里的插座。不，他在干嘛？会受伤的。不不不不不，不行啊，宝贝，快住手啊，千万不可以把手插进插座里。哦，你看看你，弄得脏兮兮的，来，我帮你擦一下吧。哦，真拿你没办法啊。嗯，嘿，等一下啊，这包湿纸巾的盖子可以解决问题哦。对，就用这个没有错，只要做些微调就好。来吧，先把盖子剪出来，然后放在插座上面，就变成墙盖了，这样他的小手指就可以离插座远远的了。好了，妈妈出门的时候你乖乖的哦。等一下哦，晕倒。哦，我一辈子也别想离开这房子了。耶，这是我最爱的帕贝，我最爱蝴蝶了。哦天哪，他像个小天使一样。哦，嗨，好久不见呢，你最近好吗？快点，我们去散步吧。耶，你可以哦。我们该去环游世界吗？哦，宝宝，你看，是游泳池呢，我最爱游泳了。哦，你口很渴吗？那你该喝点东西，给你，感觉如何？不错吗？哦不，他跑哪儿去了？哦，他在那边。真不敢相信，自从上次见面以后，他长大了这么多。哎，娃娃，这里一点也不好玩。哦，你看那边，那边有一颗球呢。哦，这颗球也不错呢，我好喜欢呢，红色和蓝色的。嘿，快回来啊，小球，别管了，我要和你玩。哇，小球，你看这棵树好高哦，一直长到天空里耶，真是一棵超棒的树。树啊树啊，信不信我可以把你摇垮？开玩笑的啦，我真的超爱这本书的。啊，等等，他跑哪儿去了？人呢？不不不，他不见了，这附近都没有他的身影。他的娃娃在这，但他去哪儿都带着娃娃的，他跑哪儿去了？啊，不好意思 ，Hello， 你们有看到这个小女生吗？这是她的照片，她很可爱。哦，真对不起，我们没有看到过她呢。她会跑去哪里？哦，是我的电话 ，Hello， 是的，是的。哦，我的天哪，太谢谢你了。哦，怎么还没有来？哦，我的小天使，宝贝啊，妈妈到处在找你呢。嗨，妈咪！哦，真是感谢您带她回来。您怎么找到我的？哦，是她的手链呐、啊！我拨了上面的电话就找到你了。我的老天呐、啊，我都忘了有这手链了。这是用钓鱼线和一些珠子做的，星星珠子看起来很漂亮。然后加上我的电话号码，还有她的名字，然后再来几颗星星。真是太谢谢您把 Annie 带回我身边了。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哦，和你的救命英雄说再见吧 ，Annie。来，我帮你做了这个美味又健康的点心。不、哦，我不要，好恶，我要汉堡。哦天哪，你不能吃那个，你得吃这个。拿去吧，试试看嘛，你会喜欢的。我都说了不要了，我要汉堡。嗯，等下就知道了。你看，苹果来喽，来喽，嘴巴打开吃一口吧。快吃嘛，宝贝，你最爱苹果的，他们不是你的最爱吗？好吧，那这个巧克力呢？来咯。哇哦，我最爱巧克力了。耶、yeah, 我要我要。快吃到了。不，我都说了不要苹果。好吧，来试试这个吧。Annie, 你看看我拿了什么。没错，是熊林顿先生来拜访你咯。给你吧，给他一个拥抱吧。Thank you. 完美，他被分心了。让我把这苹果偷偷塞过去。哈，不，我不要，不准拿苹果过来。哦，他这是在测试我的耐心底线嘛，肯定有什么办法的。嗯，他说要汉堡，我知道了，我这次一定会比他聪明的，来给他做个水果汉堡吧，用苹果当面包。
奇异果当生菜，一片桃子当肉，香蕉和草莓当调味料，还可以来个苹果薯条。亲爱的，我帮你做了汉堡哦，是你说要的哦。哇，整个汉堡都给我，还有薯条哎，我超级爱吃薯条的。耶，吃汉堡咯，好好吃啊，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汉堡了，这样才乖嘛。啊，天哪，这故事也太好笑了。哦，你认为我不会还手吗？丢纸团大战，哟，什么？这里怎么回事？惨了！我的天哪，怎么回事？是地震吗？越来越近了，真高兴回到学校。抽响你的黑板，该把书包东西拿出来咯，课本、笔记本、笔。好了，我准备好上课了。学校终于快结束了，熬过今天就好。东西肯定在书包里啊，好极了，这个当枕头超棒的。啊哼，你觉得这边可以睡吗？走开了吗？哎呦，什么鬼呀！好啦，抱歉。还有多久才下课？再下下。耶、yeah! ！学习终于结束了。哇哦！上完课了，放假了。早啊，好像快上课了呢。谁要先交功课？我，选我。对，选他，真的。好吧，请过来我桌子这边。谢谢，太棒了。等等，那是你的功课吗？是的，老师，我喜欢深入研究，这个先贴黑板上，然后还要写点东西。好了，老师，你可以检查我的功课了。我把研究结果分在几个档案夹中，我有按照颜色分类，方便参考。那个档案中全是肌肉系统的资料，剩下的资料在这些档案中。哦，天哪，还真是多。谢谢你的功课，请坐吧。Kevin， 你的功课呢？是的，老师，我的功课也放在档案中。糟糕，我根本没做完。肌肉系统。嘿，兄弟，别做了啦，吃零食了。来打电动吧，我挑战你。喂，老兄，专心打嘛。对，这给你，老师。Kevin， 这是什么？那我先回去做了。最好检查一下我的小抄。OK， 这可以帮我算出答案。Kevin， 你藏了什么吗？小抄。我就知道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不，我可不想变成那样。嗨，老爸，还在念书哦？哦，我要找的书在这里。哦，扇子，我有个好主意了，小超可以重现江湖了。首先要把它折成像手风琴一样，然后需要一支铅笔和白胶，在边缘部分挤上白胶。应该够了，然后小抄拿来，一边贴在这支铅笔，另一边贴在另外一支铅笔上。看，我做了一把小抄扇，图瞄一下答案。哦，老师来了，把扇子关起来，小抄藏好。哦，嗨，老师，让我检查一下，你有藏小抄吗 ，Kevin？ 好的，那继续写吧。小抄扇超成功了哦，快来把考卷写完吧。好了，午餐时间到，饿死了，快点来吃吧。哦，看看 Kevin 有什么。嘿 ，Kevin， 可以分享吗？我好吧，可以的。那汽水是我的，好极了。现在怎样？好了，没人在附近了，
嘿 ，Kevin， 你那边有什么啊？哦，拿去吧，这个也拿去吧。又来，然后他们就不停地拿我的食物。哦，等一下，我接个电话。Kevin， 你可以把这些切完吗？好了好了。嘿，等等，把这个顶部切掉，然后把 MM 巧克力拿来，把糖倒进甜椒中，像个杯子一样，然后把切下来的盖子放回去。七巧巧克力可以放在小黄瓜里面，还有这个南瓜，刚好装得下我的汽水，整个南瓜装满就不会口渴了。好了，然后把盖子盖回去，和其他的蔬菜放在一起，大功告成，这就是我上学的午餐，这绝对可以解决我的问题。哼，又到午餐时间了，看看今天 Kevin 带了什么？什么？生蔬菜？不必了。他们上当了，我可以吃糖了。真不敢相信，他们超好骗的。还有饮料哦。嗯，好喝。耶，要上课了。好的，同学们，今天考化学。我一定会拿 A 的。败了。嘿，你可以给我看答案吗？我哪知道啊，但他知道。嘿。别烦我，自己做啦。哦，我懂了。嘿，可以帮帮忙吗？拜托，超级拜托。好啦好啦，把答案写下来给他，然后放进鞋子里。太好了，拿到了。 OK， 我抄完了。 Kevin， 给你，换你了。太好了，他把答案全部都给我们了。好了，鞋子还回去吧。来看看啊，这里面有什么？鞋子里面有纸条，上面有答案。你们在作弊！鞋子是谁的？不是我，我发誓是 Kevin。真不敢相信你们！啊！哇哦，他们还逃得真快！好了，进去吧。下一个，这个是什么？小抄，休想！这可是禁止携带的。然后口袋清空，全部交出来。好吧，算了，全都在这了。天哪，我一定会被抓包的。嘿，口香糖应该有用。把口香糖粘在小抄后面。真是够了，给我走开。老师好，迫不及待要考试了。是啊，那就请你把口袋清空吧。好了，你没问题，进去教室吧。那是我的小抄，还贴在他背后。没错，是我干的。好的，大家开始考试吧。哦，他坐下了，我们看不到小抄了啦。嘿，你不能想想办法吗？等等，不好意思，老师，我有问题。哦，我马上来。快，机会来了。嘿，你想办法让他转向这一边。好的，老师，我也有问题。他转了，赶快写下答案。耶、yeah, ，这次大家都会考高分了，太棒了。禁止食物，走开，你解决掉再回来。好了，你有没有藏东西呢？哦，不能让他发现糖果。嘿，他的项链，我有妙招了。耶、yeah,
这肯定有用。瞧，我有新手势咯。嗯，这是什么呢？没问题，请进吧。哇，我成功进来了，快速偷吃一下。他是在吃项链吗？你看到了？嘿、hey, ，可以分享你的手势吗？当然，拿去。谢了，超赞的。哦，超帅的。站住，我们禁止饮食啊。进去前我们要先检查。嘿，这是啥？好啊，进去吧，下一个。他会拿走彩虹糖的。等等，胡子战士就靠他了，需要个假胡子，当然还要热熔胶，画个笑脸般的线，再加一块布料。袋子做好了，超适合藏糖果的，真是妙招啊。戴上胡子，藏起糖果，前往俱乐部吧。等等，我的天哪，是胡子战士，请进吧。好哦，我成功进来了。嘿，胡子不错哦，是吧，还能藏糖果。天哪，也太酷了，能分一点吗？好啊，当然。嘿，兄弟，别再给我女友糖果了。哦，抱歉，想一些吗？哇哦，谢了。哟，糖果真是救了我一命哎。嗨，我要进俱乐部。嘿，禁止饮食啊。哦，我什么都没带，嚼口香糖也算，请吐掉。我能进去了吗？镇住，要扫描食物的痕迹。我不知道。你很可疑啊。哦，你的头发。哦不哦不哦不。哦，你还是很可疑。等等，别动啊。这能看出你藏着的东西。好啊，我检查完了。你可以进去了，成语。哇哦，这俱乐部超赞的，当然还有我的秘密点心，星爆软糖，超好塑形的，附在假指甲上就好。包好后放上指甲，这样就有糖果美甲了。每只手指一块糖，当然还有大拇指了。我的指甲做好了，能去派对了。来吃点心吧。他是在吃指甲吗？啊，超恶的哎！我们先走了。这太酷了，对吧？哦，不过我有点饿了。我的胃在咕咕叫啊。嘿嘿，看看这个。哈，你占卜到我饿了。抱歉啊。等等，我想我有办法了。哒哒，巧克力藏在我的袖子里。不是吧，我的英雄。哇，看来很像我正在潜水。是我们正在吃巧克力。哦不，我们被抓住了。然后变身。我不想当松鼠啊，我不擅长爬树，我们得想点别的。我快饿死了啊，真好奇，如果我们可以，嘿，看看我的点子，现在来点魔法，
完美，刚好塞进手机背面。这真是看来非常好吃的巧克力，我现在就吃有一片。啊，我的天哪，太好吃了。嘿，那边发生什么事了？你们俩在吃东西吗？不，先生，这只是我的手机和手机壳。好，回到你的占卜功课。真不敢相信它奏效了，再多吃点吧。耶，又有钱可以放进铺满里了，等不及存够钱买一只狗狗了。小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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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棒了，该来帮狗狗想个名字。我的天哪，这房间灰尘怎么那么大？我的牙齿，不，回来啊！哦不，还有更糟的，拜托别掉下来！哦不，来了来了，掉下来了！哦，我的天哪，哦不，砸烂了！奶奶，我的小狗铺满怎么了？别担心，奶奶有办法的。我只需要一些纸板，好了，不过我们得多做几层，然后要来上色，这样才会更漂亮。至于这个圆形，要来挤一点热熔胶，然后把狗狗放在上面，乖孩子，接着把一个空罐子放这一边，盖子上要开一个口，现在来喂它吃饭吧。我的天哪，你看那铜板滚到罐子里去了。耶，看其他铜板要滚进去了。这个门还真是困难，终于进来了。我的天哪，亲爱的，你怎么了？是这样啦，我本来在踢足球，你不会相信我追球的时候跑得有多快。 OK， 然后发生了什么事呢？然后我跟对方的前锋开始抢球，他很强，但我也不甘示弱，我把球抢了过来，然后开始运球到另一边的球门，然后我就摔倒了，我被自己绊倒，就这样活生生摔了下去，而且我们也因此输了球赛，全因为我绊倒了。哦，我真的超气的。哦，真是可怜，他最爱足球了。啊，对哦，我有办法了。好啊，把装披萨的盒子拿过来，像这样打开。哦，我不客气了。好啊，现在披萨吃完了，可以开始把盒掌粘起来了。好极了，然后在盒底铺上一张绿色的纸，接着要装饰一下，希望它看起来会像足球场一样。接着是吸管，关一下接在一起，然后用胶水固定位置，然后要在整个体育场上加上装饰，这样看起来会更有趣。好了，这只吸管给你，这只给我，现在开始吹气吧。哦，我一定会打败你的，得吹大力一点才有可能会赢过我。哦，我差点让你赢了，但我的防守很强，我绝对不会让你赢的。我赢了！哦，好吧，那只好再比一场了。开始吧。没人在看，可以偷吃一口零食了。怎么那么难开呀？拜托，我需要零食啦！哦不，袋子烂了！我的美味零食美梦这下子全泡汤了。嘿，大家看，里面是糖果呢，快抢啊！就是啊，是我的糖果哎，你们走开了。讨厌呢！哦天哪，大家把他的糖果都偷走了，或许我可以帮帮他。这是在干嘛？嘿，我有办法解决你的糖果问题哦。你看这个，是我的小猪，来按他的鼻子试试看，看到了吗？是一台糖果机，让我教你怎么做吧。先拿一块像这样的厚纸板，然后粘上另外三块，然后加上底板。下一个部分需要更多的底板，还需要一些小木钉。需要做成这个形状，然后要一个小木钉和两个小橡皮筋，然后把这个部件放进我们刚刚做的盒子中，大小应该刚刚好，慢慢滑下去，然后把橡皮筋勾到另一个木钉上。我会用镊子来帮忙，比较容易操作，别忘了另外一边的橡皮筋也一样，然后只要轻轻一推，糖果就会掉下来了，很棒吧。现在要盖起来，然后加上一些向下的小坡道，前面当然也要盖起来，这样比较漂亮。到了最后的步骤了，要加上装糖果的塑胶容器，可爱的小盖子，这样糖果才不会撒得到处都是。看，上面还有盖子可以让你加糖果进去。哇，看起来真好吃，而且色彩缤纷的。把盖子盖上，来加一点装饰吧。哇，首先糖果真好吃，
而且小猪也很可爱。好了，让我回到我的座位吧。占时间，我先来。啊，什么都没有，但我饿了，我想要吃随便什么100层啦。哦哇，看这一层层的终极汉堡，起司生菜和汉堡肉饼，埋头开吃吧。等等，我要怎么吃这个啦？有了，把它打烂压扁，然后塞进嘴里。拜托汉堡，压扁吧。那是啥？番茄酱喷得我满脸都是啦，开玩笑啦，我现在有东西吃了。随便，我还没打开盖子呢。啊，我这里也是什么都没有，那就表示服务生应该在这里。我猜不是。哦，也许是因为有东西在我盘子上。我得要凑近仔细瞧瞧，一个小小小汉堡，我要怎么吃啦？哦，镊子，那应该有用。夹到了，干了。即使这么小，吃起来还是很棒。我很确定你在吃想象中的食物，我还是吃我的大汉堡，谢谢。那总要一个，选得好，拿去吧，给你哦 Betty。 我们走吧，亲爱的。好好吃哦。等一下，亲爱的，我得接个电话。 Hello。 Oh hey， 很高兴你打来。妈咪，不会吧，才不信呢。好啊 Betty， 我的棒棒糖，赶快捡起来。好脏哦。我的气球呢？不，回来，气球，对不起，为什么好人会有这么多倒霉事？ Betty， 怎么了？我等一下再打给你。没关系的，亲爱的，妈妈会想办法的。紧急状况，交易愉快啊。真不该休学的，我得防止悲剧的发生才行。来，把丝带绑在棒棒糖上，应该可以了。给你吧 Betty。 哇，谢谢妈妈。你看，我的气球不会飞走了。那就好，亲爱的，妈妈很开心。妈咪，交给我吧。这是新体验哎，这张最棒了，画得真漂亮，我还要绿色。看看我的小画家。嗨，妈妈。不，什么声音？拜托，不是小仓鼠。是你的蜡笔。不，现在我怎么画画？没关系的，妈妈会有办法的，最好是有。为什么我这么倒霉啊？真的很糟糕。这个模具可能有用呢，值得一试。把碎掉的蜡笔放在模具里面，把数字都填满，全部放好了。接下来把它送进烤箱，这样蜡笔就会融化，好像烤蛋糕一样。希望有用。可以把模具拿出来了，小心点，很烫的。让它冷却一下，然后把蜡笔从模具里拿出来。看起来很好玩呢，把它们放在这个盘子上，希望雀肉会喜欢。那些是我最爱的蜡笔。没关系的，亲爱的，看看妈妈拿了什么来。那是蜡笔吗？是数字哎，我该先用哪一个？妈妈你看，有不同的颜色哎。真高兴你会喜欢。超爱的。我需要放假，为什么？再睡一觉就可以看表演了，超兴奋，超期待的。整晚没睡好呢，感觉糟透了。哎呀，啾，全身酸痛的。Hello， 小睡虫。
啊，好像生病了。哦，让我看看，你发烧了吗？这个放头上，咳嗽药水应该有用。嘴巴打开，你得好好休息才行。可是表演，我不能不去，我等了好久呢。真抱歉，亲爱的，你生病了吗？哦，等一下，我想到办法让你开心一点了。拿一个麦片盒，在中间切下一个方形，把盒子转成水平方向，然后在上面贴个胶带，用不同颜色的胶带重复这个动作，交替颜色，一直到整个盒子都贴满，然后用剪刀把开口上的胶带剪掉。接下来拿两张薄棉纸折起来，像这样，然后塞进盒子里面。在盒子上方切两刀，然后插入冰棒棍，最后画一些人物在卡纸上，然后粘在冰棒棍上。你准备好看表演了吗？哇哦，好棒哦！表演也可以在家看呢。你喜欢我们的演出吗？安可，哈啾！哦，真的蛮恶的，希望不会传染的。我们可以一起生病啊！好极了，超赞的，整个泳池都是我的。嘿，宝贝，我准备了食物给你。我不饿，但这是你最爱的，但我不想要。一小口嘛，特别帮你做的。不，让我游泳，我可以泡一整天。游得真累，哎，认真吗？试试看嘛，走开！你好胆，这可能不是好主意。我有了，首先需要泡沫条，将之裁判，像这样。接着下一阶段，在泡沫条瓶的那边涂胶水，沿着两边涂。需要很多胶水来固定，这样应该行。把泡沫条粘到食物栏上，压一压，确保有粘好。要飘起来，底部得粘满泡沫条。若不想离开泳池，食物也能飘来你身旁。准备起航喽！快乐出航！啊，这啥？哇哦！超赞的，哦，他终于吃了，真好吃，谢了吗？真高兴你喜欢，这太酷了，对吧？哦，不过我有点饿了，我的胃在咕咕叫啊！嘿嘿，看看这个，哈，你沾不到，我饿了。抱歉啊，等等，我想我有办法了。哒哒，巧克力藏在我的袖子里。不是吧，我的英雄！哇，看来很像我正在潜水。是我们正在吃巧克力。哦不，我们被抓住了。然后变身。我不想当松鼠啊，我不擅长爬树，我们得想点别的。我快饿死了。啊，真好奇，如果我们可以，嘿，看看我的点子。现在来点魔法，完美，刚好塞进手机背面。这真是看来非常好吃的巧克力，我现在就吃有一片。啊，我的天哪，太好吃了。嘿，那边发生什么事了？你们俩在吃东西吗？不，先生，这只是我的手机和手机壳。好，回到你的占卜功课。真不敢相信它奏效了，再多吃点吧。我该画什么呢？
哦，我知道。好，魔法能做得比我棒，非常好。我就画一朵雏菊，它非常可爱，我喜欢它。看看你的作品是怎么画的，画得非常好，令人印象深刻。这里呢？好，至少你试过了。现在他走了，我有个秘密。哇，为何你要喝颜料水啦？不是哦，给你看看。看，它其实是橙色芬达。不是吧，你太聪明了。谢啦，给你来一点吧。真解渴啊。那边发生什么事了？他们在喝颜料水。我薪水那么低，还得处理这问题。来试试另一个。哦，不行。我是长这样吗？再试一次，这次肯定会很棒。哦，这真糟糕，怎么就拍不出好照片啊？可能是角度。再一点点。怎么回事啊？好啊，这真有趣。这是会前往哪呢？这可不是每天有呢。哇哦，永无止境呢。哦，嗨，克莱尔，你的手刚刚打到了我，哎，嗨死呀！努力自拍是吧？但都拍失败。尊重一下啊。等等，用两只手机。哦，好主意耶。快好了，这样呢？等等，就是这样。哦，不错哦，浑然天成哎，真棒，应该行喽。我看看。哦，不错哎，是不是？还真是适合跑步的一天呐，嘿。啊，这什么啊？好哦，这还真怪呀，真闪亮。哎，等等，那应该是我的钱呢。有人掉了钱吗？没，那就当我走运喽。不，别走啊。啊，还真热。这看起来真棒哎。哦，嗨，你在这儿啊？这应该会很简单。Hey，我只是在测试糖果，你需要什么呢？看起来都很棒，我超爱免费的钱了，这是我工作最棒的部分。在哪呢？还真怪，真难选呢。或许我可以帮你，我有巧克力、糖果。也太多头发了吧，我可没时间，我放弃了。给我一杯冰淇淋，好选择。来，记得付钱呢，我拿一下哈。我可是有安全的收好的，这超天才的吧。哎呀，最好赶快把裤子给穿起来。很好，你的冰淇淋，我找钱给你哈。这是你的找零。谢啦，拜拜。我的画超美的。我需要这个笔，给我。哦，住手，这是我的啦。放手，给我。哎，你很讨厌呢。哈，到手喽，妈咪。安静点，不要告诉妈妈啦。我想想啊，妈咪，这什么噪音啊？史黛西拿了我的橘笔，我没笔画画了啦。才怪，妈，她骗人，我才没有拿。乖一点，女孩们，不然就等着瞧。爱你们了，我们也爱你嘛。你还真爱告状哎，妈咪，妈咪，是吗？走着瞧。啊，我的头发，妈咪，现在谁爱告状啊？满地，住手！立刻住手！我认真的，够了，你懂吗？妈咪，抱歉，妈生气了，这都是你的错。这两个真让人不省心。看着你，现在又怎么样啊？哦，我最好看一下。你完蛋了啦！你还没住手？够了，你们两个都跟我来。明明是满地，他超坏的啦。你们两个给我去厨房，立刻。走了，史黛西。真讨厌，
你们会需要这些。这是干嘛？是啊嘛。看好了哈，你们可以来切洋葱。哦妈，不要抱怨，赶快开始，这够你们忙的。哦，好臭啊！速战速决好了。哦，真讨厌。该怎么办呢？超刺的啦！我都流眼泪了，我什么都看不到了。哎呦，肯定有什么简单的方法。等等，有了，可以用酱料锅盖，这个可以保护我。你看起来好准哦！你看，现在我可以切洋葱喽，真聪明哎！我真像太空人。进行的怎么样呢？吓死宝宝了！你们两个看起来超好笑的耶。很好，回文针都在这里。哦，你已经写完了，很棒的考试啊，老师，我很享受呢。啊，你的回文针在这里。真是个最棒的学生了，我很期待帮你打成绩哦。我增加了一点额外的有趣题目，真棒，谢啦！加油啊，鹿蛇啊！叫我什么？随便，我闪了呗。哦，他好讨厌哦，我最好继续了。回文针少了你该怎么办呢？哇哦，瞧，真该用功读书的。好哦，够了，就这样，拿。嗯哼，真有趣，目前还不错哈。我真松了口气，这是你考最棒的一次了。等等，第二页都是白的耶。第二页，认真的吗？没有人说还有更多的题目啊，好歹讲清楚点吧。等等，我实在看不下去了。史黛西，进行的如何？你可以的。不好意思哈，有人在旁边，我写不了了。哦，好好好，我不打扰你了哈。别这样了，我得处理一下头发。哦，回文针，就这样，我写完了。你写完了吗？没错，是。很好，我很欣慰，但是不太干净哎。你看，拿回去吧。真的假的？回文针给我了，这超荒谬的。我竟然得来做这个。可怜的回文针啊！哇，我要晕倒了！天哪，这可不妙！哎，我们来一点好玩的吧！救命啊！谁快点来救我啊！想吧，肯定会很好笑的。我不确定哎。不，你滚远点！哎呀，你真讨厌！不过算了，我不行。等等，有了，我可以把胶带缠在腰上，粘的那面朝向外面，差不多行了。然后呢，在回文针上面滚一滚，胶带就可以粘起它们了，既快速又简单，而且啊，超好玩的啦！应该都粘起来了。等等，嘿，老师，啊，怎么啦？我今天超糟糕的，我的回文针呢？怎么回事啊？能帮我一下吗？哦，好啊，等等，记一下，什么鬼啊？拿到喽！认真的吗？把这个拿远点。相信我，我知道我在干嘛。最糟可以怎么样呢？好了，你上吧。把内衣放在胶带上，然后用力拉。我自由了！哇哦，超赞的！感谢我的内衣吧。哎呀，这个最好别乱挥呀。哦吼，这个派对超棒的啦，我超享受的。但挺热的就是了，来点空气吧。好多了，真棒的一碗呢。哦，酷哎，汽水，我正需要呢。我开动了。啊，超棒的，是不是啊？等等，你跟我想的一样吗？来看看谁喝的汽水多，但是得要让它有趣点。来呀，来吧。哦，比我想象的还难呢。嘘，我太专心了。我已经后悔了，我还挺享受的。最后一瓶可不能输啊！我得尿尿。哦，好啊，这也太简单了吧！啊，我超爱汽水的，也超爱钱的啦。
啊哦，这可不太妙，我得赶快找到厕所，赶快啦！我怎么会以为这是好主意啊？啊，可恶，没有锁。哦，算了，我忍不住了。天哪，我得尿尿。你在干嘛？哎呀，孩子，我得把门给锁住，但要怎么搞呢？等等，我知道了。把发圈缠在发夹上面，做出一个圈圈，然后把圈圈绑在外面的门把上，然后用发夹挡住门，这样就可以锁住了。曼蒂啊，他人呢？曼蒂，哎，我在这里，我刚刚去浇花而已。味道真香呀，我都流口水了啦。啊，露天餐点最美味了。嘿，曼蒂啊，试试这个。哦，真辣，辣歪我了。但超好吃的吧？真的耶。我妆都花了。美好人生啊，我得补个妆才行。这应该可以。美美的很重要的哦。这才像话。哇哦，你看起来超棒的啦，但这是要卖的，不会有人发现的啦。好哦，我开门营业啦。你的所有美容需求只要10美元哦。我再也吃不下了，我先缓缓啊，让你身心都美美的，超划算，赶快来吧。生意还真差呢，别担心，很快就好转了。哎，小姐，需要大改造吗？只需要1美元哦。哎呦，还真痛哎。什么鬼啊，我的手指，哎呦，曼蒂救命啦。天哪，史黛西，别担心，我在这里。快点，我看看啊。我得想想，放松点。哦，有了，肯定有什么我可以用的。这什么？哎呦，还真臭哎，可恶。等等，哎，似乎找到了，这应该可以。啊，什么鬼啊，精灵，天哪，哇哦，真不敢置信呢。你能够别动吗？我都快头晕了。你有看到吗？赶快看啦，我是神灯精灵。不是，是神庭精灵的。对，你放了我出来，许愿我就帮你实现。真的吗？哇哦，帮我治好手指头。这你别想，或许来个房子怎么样啊？哎，成交。不，哦，我的手指。哇，哦，这边哈。那来辆新车怎么样呢？哦哦耶，曼蒂，你看我的手指啦，可是有刺在上面呢。哦，反正我们也没驾照，治好他的手指啦。哦，谢啦，你最棒了。好，你上吧。好，你会需要的是这个。啊，这是要我干嘛？你知道这干嘛的吗？这什么？人家还在想车子呢。给我，我真是什么都得包办。你手指也给我，把吸盘的部分罩在刺上，然后把把手拉起来，刺就会被吸出来了。哇，哦，还真神奇耶！耶耶，那拿去，谢了。等等，这我要干嘛？拖一拖啊，说不定里面会有精灵。我想要那台车了。站住！来看看哦，呵呵，走吧。嘿，你没偷藏食物吧？你呢，小姐？手臂下是什么呢？放弃吧。啊哦！你藏这么多啊？掰呀！那家伙真差劲。这些怪咖是怎样啊？哦，嗨，帅哥，我们都有戴链子耶。你的好酷哦。有了。好哦，给我你的巧克力，相信我嘛，我马上回来。好哦，拿去吧，特别为你做的哟，来试试吧。这项链真厉害，独一无二啊！进去吧，里面超赞的。瞧瞧我的超酷配件，来吃点零食吧。
你想吃哪个呢？嗯，这个巧克力万岁！天哪，真是超赞的！之前还差点进不来呢，好吃！嘿，这是我最爱的歌。嘿，怎样啦？想来点小零食吗？哟，这个太多糖了，我偏好健康的，谢谢。我要身材窈窕，所以只吃绿色食物和饮料。你该试试。我偏好彩虹饮食，满满的黄色食物、棕色食物，外加中间的全部，而且没有比粉红更好的了。嗯，不好，你不知道规则吗？哦，可是我真的想吃。随便，我有课要上。这真讨厌，看来我要饿肚子练了。当然，气味清新。等一下，我有点子喽。哦耶！要偷渡这东西，取出致汗剂，用棉花糖取代，狗头魔法，而且好闻多了。来取流汗吧。继续，等一下，抱歉，我会追上的。好了，来吧。Yes， 点心时间。哦，我汗流浃背。该做什么？做什么？开玩笑的，只是冲一点糖，最好别堵太大。哦，真的有冻到哎。你好，我们能用泳池吗？什么？什么都不能带进去？那就是垃圾桶的功能啊。好吧，真扫兴。你好，泳池还有名额吗？禁止汽水。丢进垃圾桶。你疯了吧？从不浪费食物。这些是什么？答案很明显。马上回来。首先拿下头带，拉点头发盖住脸，把汽水罐放在上面，把头发折回去，用发夹固定好，然后把头带带回去。很可爱吧？来试试这招，祝我好运。只有带毛巾，我能进去了吗？没有藏东西对吧？我没撒谎，瞧，拜拜。哦，嘿 ，Thomas， 热到口渴了吗？是来点冰凉的好时机。这是什么头发巫术？许愿就能成真，真清新。能分享吗？可以，当然。这比一般口味还赞，谢啦，没问题，兄弟。怎么会少了一块砖啊？还好我出门总是带着工具，这个好像不太适合。找到了，我的 3D 笔总是可以派上用场。希望其他人不会再绊倒才好。这里再加几条线，然后填好填满。少了砖块没关系，快好喽，张兰，大功告成。快点！哦呀，哇哦，越画越好了呢，简直就是星星天才！
留在你的车道上了。什么？这蠢车超慢的，快快快！你很吵哎、欸、，Betty。你不懂啦。嘿，你的键盘按钮，你是多大力敲键盘啊？哦，现在我是怎么玩啦？很讨厌哎、欸！快给我啦！现在是我的了。荒谬！他的笔忘了拿了。你那套我也会啊。如果你的电脑键盘按坏了，就用3D 笔画一个新的吧。只要高度和其他按键一样就行了。现在是关键时刻，耶！大家都可以继续玩了。哇哦 ，Belly， 你回来了。我刚画到哪 ？Belly， 你没经过我的允许就用我的笔，妹妹真的超烦的。至少我脑子转得快啊，随便啦。哦，看来我的牙齿终于掉了，快来拿吧牙仙，等不及快点天亮咯。哇，每次都不能华丽登场。还离我远一点。天哪，好险。哦不，我得处理一下这个才行。这个魔杖还真是今非昔比，不夸张。它又起来了，打破了你心爱的盘子吗？用3D 笔来修理吧。虽然得花点时间，不过会值得的哦。边边做好了，然后现在来回画线，像这样。我们差不多完成一半喽。现在另一个方向也一样，然后应该像这样，不错吧？他不会想念他的旧盘子的。好了，差点忘了，差点忘了我来干什么的。我闻到下面有牙齿哦，找到了，看来得用漂亮的铜板交换喽。很高兴与你合作。不用，认真的吗？今天生意真是不好哎。这边有冰淇淋吗？我都流口水了。拜托有现金，我要现金，不是垃圾。这个呢？我可以用这个。哦，有客人呢。哎，你好。Hello。对吧？有钱才行哦。我没钱。没钱？那我可帮不了你哦。算了，我马上回来。好吧。我可以做自己的货币，只要有3D 笔就没问题了。完美，还差几步哦。看起来像个甜筒，对吧？上面当然少不了冰淇淋。别忘了草莓酱，这东西让我好饿哦。看起来真棒，对吗？这个部分可以装上链子，好可爱哦。还有一对一样的耳环哦。现在我有自信多了，再来把头发也弄一弄。快好了。你回来了。对啊，我是回来了。那项链好美哦，跟你的冰淇淋很搭吧？对啊，拜托给我一个小的。我可没说要那个。每次都这样。晚安喽，灯要关掉才行。糟糕，我真是笨手笨脚的。不知道下面还有什么哎。啊，看那边。都忘了还有这箱东西嘞。这是什么？
芭比娃娃，好久不见哎！别担心，今晚就抱着你睡吧。真棒，嗯嗯。芭比娃娃，啊，我觉得自己好丑，啊，我肯定是在做梦。最好是，啊，也太逼真了吧！不过可怕的芭比说的对，别担心，我会把你弄漂亮的。改造时间到，你还真需要打扮一下。先从你的衣服开始吧，你喜欢红色对吧？用笔来回的画，这个长度不错哦，超可爱的。你感觉好一点了吗？连出门购物都省了，可以做一个好梦喽。啊，太好了，好好睡吧，我的朋友。是新裙子吗？谢谢你。不够漂亮，出去。我觉得自己好丑，他怎么那么残忍？出去。啊，看起来不妙哎。你好。啊，出去吗？我不确定我有没有懂哎。哦，没看到你，进来吧。好的，这是我的档案，给您。很有意思。眼睛很美，还不错哦，尤其从这奇怪的角度。不过整体来说很无聊。不行。好的。出去。真糟糕，看墙上的布料图案，看来他喜欢这种风格呢。我有办法让他有兴趣了，先从这样的图案开始。停，然后用对比颜色画另外一个图案，看起来很有趣对吧？不过我们还没有好哦，这些颜色很搭，这样就好了。来咯，小姐，我带了新的照片来。啊，又是你，相信我，你会喜欢的。嗯，我等下再打给你。这一组还真的很不一样，这是我们公司要找的，欢迎加入我们，很棒啊。真不敢相信我是一个模特儿了。你也希望有 3D 笔帮你摆脱困境吗？与朋友分享这个影片，教他们这些有趣的妙招。看过这些影片吗？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才不会错过精彩影片哦。